这样吧，看不清楚。谢谢陶姐姐送的粉丝灯牌，谢谢。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，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。谢谢啊，谢谢美女的关注，谢谢。我就播个十分钟，十分钟我就那个了。对啊，耳妹是他们跟那个男计划好的，他们是计划好的，他们是就是说，可能第一步开始就计划好了，他跟那个男的藕断丝连，他就是那种睡在阿伟的旁边，心里面想着别的男人。粉丝灯牌点亮一下，我说了呀，你们这口气我帮你们出，是不是？我会去讨个公道的，等我嘛，等我，等我，但我这几天没时间。谢谢王根送的小心心，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，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。还了，我已经还给他了。等多久？不知道啊，我自己都恼火啊。回去的车费都没有，对不对？小秘密姐姐，谢谢啊。其实你们最根本的原因是阿伟他自身啊，他自身要解决问题啊。不然以后还会有个四妹，还会有个五妹，还会有个六妹，到时候他又得受伤害。他本身自己情商就不高，你知道吗？我发现得出来。他们两兄弟就都有点废。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，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。我播个几分钟我就关播了。谢谢送的玫瑰，谢谢送的玫瑰。两兄弟都有点呆呆的，对对对，呆呆的。我有时候都觉得他们俩还比我还黑。谢谢关注，谢谢关注。耳妹那边我会替你们找个说法的。那我准备关播了，你是不是走了？你走了我就关播了。好吗？你是不是阿伟亲戚？你问的什么问题？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。如果换个发型就好看吗？可以的，我去换个发型嘛。但是我换了发型，我不叫黄魔了呀，大。耳妹这些事情我会替你们想办法的，好吧？我都昨天都跟你说了，我会登门拜访，登门拜访，好吧？我会为了你们找上门的。他想结这个婚还没那么容易啊，有我在，我闹他个鸡犬不宁，狗鸡飞的，好吧？我闹个鸡犬不宁，鸡飞狗跳的。怎么样，开不开心，满不满意啊？我闹他个鸡犬不宁。在他们结婚的时候，我把他那个酒旗全掀了。周子弹，谁别吃了。我上去啪一巴掌。可以啊。
啊，经过我的同意啊。我有什么不敢的？我黄毛不敢的事情还没出现呢。我不敢的事情还没有出现啊。太简单了，简简单单。你们也生气的嘛，是不是？你们也咽不下这口气，那就由我来吧，是不是？谢谢送的称心如意啊，天天白姐姐，谢谢。谢谢送的玫瑰。把米要回来。其实阿伟在乎的不是米，知道吧？他在乎的是耳妹对他的一个说法，对他一个回应，对他一个看法。剪光头，你去剪一个吗？你剪光头吗？谢谢送的最好看，谢谢天麦姐姐，谢谢。谢谢。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，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。你们昨天有人说为什么不把耳妹的订婚现场那个视频发给你们？因为耳妹订婚现场那个视频确实有点，我怕我发了然后你们发给阿伟看。有些粉丝是这样说的，阿伟现在在事业的低谷期，不要发这些视频影响到他，不然阿伟又得哭。所以说我就没发，我想过几天等阿伟走出来嘛再发嘛。你们别着急嘛，是不是？耳妹订婚现场，就耳妹和那个男的亲嘴的。我们那边订婚都有一个仪式嘛，我没去啊，我妈去了呀。我妈去了，录了个视频发给我了，我看到了。你们想看的关注我吗？加入粉丝团，加入粉丝群，过后我会发的，但不可能马上发，过几天发。谢谢关注，谢谢关注，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，谢谢。我会去的，把他们婚礼现场给翻了。谁也别吃了，谁也别结了，有我在，这个婚你们结不成。这样的话你们就解气了吧。这不是刀哥来了吗？这不刀哥早就关注了是吧？关注了就好。谢谢姐姐送的灯牌，谢谢。还没嫁给那个男人能成功吗？我也不清楚啊，他们应该是早就有感情的那种，知道吧？合起伙来那个的。谢谢送的抖音，谢谢，谢谢刀哥送的墨镜，谢谢谢谢。刚刚是不是姐姐你又送了个墨镜啊？谢谢姐姐啊，谢谢谢谢。谢谢送的礼物，谢谢。耳妹不可能成功，这个就其实你们粉丝啊心里面憋着一口气，知道吧？心里面不服，我知道。但这件事情阿伟他又不合适去，知道吧？阿伟他不合适去，他是一个老板，然后他这边公司也出了问题，这个时候就到我了呀，我就无所谓啊。其实以前是以前嘛，以前因为我跟二妹，就是因为二妹在，我跟阿伟有点就是过节，但是现在没必要了。我跟阿伟其实也没什么说什么深仇大恨呀，其实我们完全可以，是不是？是吧？你不惹我不惹你就完了呗。但是这一次的话，二伟和我是同一战线，感觉就是说一样的，
耳妹伤害的不只是你们这些粉丝，知道吧？你们那么还有阿伟，我呢也没多大个伤害。其实我也没付出多少，我就付出了一点时间嘛，一点经验。但是阿伟呢，他付出了不只是时间，还有各方面很多。所以说粉丝的那口气啊，阿伟的这个仇是不是我可以去帮你们报？没问题的，交给我吧。咱就说他想结这个婚，他也没那么容易、啊。势在必得、啊。支持我的关注一波好不好？支持我的关注一波，谢谢。觉得我这样做对的，关注我好不好？你要咋给我拿袋子走？米，你们在乎的是米，但是阿伟在乎的不是米，懂不懂？你们是旁观者，你们旁观者，你们觉得阿伟吃亏了，阿伟给了他那么多东西，但是阿伟在乎的是什么？阿伟在乎的是二妹，他觉得遇到一个人不容易，他为什么突然这样对他？懂吗？旁观者清，当局者迷，阿伟已经陷进去了，走出来还是要段时间的。懂我意思啊？谢谢。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，谢谢谢谢。我这个手机容易发烫，然后它就卡。支持黄毛，可以可以。因为这个时候最合适的人选就是我了呀，对不对？你们想一下，阿伟是个老板啊，他不合适去呀、啊。你们粉丝又不方便啊，那我呢，我又知道二妹家在哪，我也了解，是不是？那我是很合适去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个道理？他说干不干？干就干，打一波。支不支持嘛？支不支持？干不干？你们要支持我呀，对不对？我一个人我也孤单呢。来吧，支持。其实本身的原因发生，就是原因在哪？原因是阿伟他本身自己的原因，知道吧？他以后要注意一下，不然的话，还会有个四妹，还会有个五妹，还会有个六妹，知道吧？这样不行的。他要先去彻底的了解一个人，再去付出，他去真心准备。这回吃了这个亏，下次就不能再吃这种亏了，是不是？吃一亏长一智嘛，对不对？有没有道理？有道理，打一波有道理，好不好？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，谢谢。没有关注的关注一波，谢谢。本身的原因发生就是出现在哪？本身的原因是在阿伟身上，是吧？以后还可能会有个五妹，还可能有个四妹，还可能有个六妹，是不是？经过这些事情，是不是啊？要长记性，以后不要是不是不了解一个人的前提，不要去付出真心。阿伟太单纯了，太善良了，知道吧？所以说容易吃亏。所以说你们这些粉丝也要提醒阿伟，对不对？吃一亏长一智嘛，对不对？谢谢送的小心心，谢谢啊。没有关注的关注一波，谢谢。叔叔阿姨们，谢谢啊。说的对吗？说的对就好，说的对好，谢谢姐姐。姐姐很智。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，谢谢送的玫瑰，谢谢啊，谢谢送的玫瑰。小伙子不简单嘛，我本来就不简单。
我爽大闹天空，可以啊，到时候你们心粉丝们心里不舒服的话，我就大闹这个天空，我就当一回齐天大圣，可以吗？我拿着鸡箍棒就给他搅了，好不好？谢谢关注啊。谢谢送的小星星，谢谢啊。啊，齐天大圣大闹天宫，黄毛是男子汉什么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，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，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。其实呢，也不怪阿伟，谁能想得到呢？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啊，天底下最阴就是最看不懂、最不能理解，就是最，反正最看不懂的就是人心了。表面这些东西啊，形象上你装成什么样子都可以，是不是？我装得很可爱，装得很单纯，就是装得人畜无害的。谁都能装，我也能装，但是心里面谁知道是怎么想的呢？又不能抛出来看一下，是不是？所以说这个东西也不能怪谁啊，只是说咱运气不好吧，好吧，只能说倒霉。来，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以前我不懂事，是不是？我年纪也有点小，但是呢。你们叔叔阿姨们一直给我发私信，一直是不是啊？发私信教我怎么做事，慢慢我也懂了呀，对不对？就像你们教孩子，就是教你们自己的孩子一样的，你们骂是没用的，是吧？骂可能真的没什么用，慢慢教的话他会懂的，我也会慢慢懂的。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，好吧？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。耳妹那个订婚现场，耳妹订婚现场那个视频的话，暂时不发，因为我想的是，现在阿伟现在低谷期，他本来就挺伤心的，还哭了，再把这个视频发出去，他看到了，他不得崩溃啊，是不是？你们为阿伟找话想啊，不要，现在你们别好奇，我会发的，但是要等阿伟走出来啊，他彻底忘记阿妹之后，好吧？不然他现在公司也是不是没有心思去管理，你看现在公司也遇到困难，你们现在先别着急，但是你们先可以加入粉丝群，加入粉丝团，到时候我会的，到时候时机到了，时机成熟我会发给你们的啊。但是没必要了，你们想一下，是不是？二妹说的下个月就结婚了，加入粉丝团，加入粉丝群啊！二妹订婚现场的视频我会发给你们看的。关注啊！直播间都是我的叔叔阿姨，这么多人，我是不是要唱首歌给你们听一下吧？蓝蓝的天空，白云飘飘，青青的草原。我的腾哥啊，我在腾哥就是这样唱歌的，我学他。谢谢送的小星星，谢谢啊。
鬼哭狼嚎，我的天哪，有那么难听吗？我自己觉得挺好听的呀，自我欣赏。难听要命啊，难听，难听就难听吗？怎么还要命呢，姐姐，对不对？太阳的雅鲁藏布，这啦啦个沙龙，啦啦啦啦。谢谢啊，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，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。朱双一梦，要不我们就这样吧，我等会儿还要去人才市场招聘呢。都有日结工，还有周结的也有，月结的也有，周结日结。还没结婚，你还有机会。我去搞事情不是说为了去抢二妹，知道吧？二妹这个人，你们都已经看到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说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们心里面有这口气，是不是？粉丝们不甘心啊！阿伟这口气，他要就是给你们讨个公道嘛，问一下，问清楚，不能不明不白的，是不是？咱就一帮粉丝像傻子一样的，突然被人耍了一次，耍了一下，谁不气呢？是不是？所以说，那我也不能一直开播呀，是不是？我还要去挣钱啊。那我就关播了哈，我要去财务市场，不是。劳务市场，那人事财务，劳务市场招聘。再见，拜拜。哦，拜拜，姐姐、叔叔、阿姨们。祝你们健健康康，百年好合，寿顶南山，福中东海，寿顶南山，恭喜发财啊，家庭美满，再见，家和万事兴。今天是情人节，情人节快乐啊，拜拜。拜拜。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啊，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。二妹那个订婚现场跟她那个男方喝交杯酒的那个视频，在粉丝团、粉丝群里面都有，加入进去就可以了。但是暂时还不能发给你们看，等以后哈，等以后关注我。再见，拜拜。